为什么这个手要放在敌人的那个地方，就让他难进，好像有点倒过来。另外继续猜，那如果攻他不到，如果攻他不到，我就举回来，好，举回来。那如果他还要再攻的时候，我刚好尾羽旋转一下，哎，得落空了。落空了，准备要出去的时候，你看直接就出，你要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，然后精神。如果他要再攻你，那你就把他捋回来一下，这个要对着他，让他去进来。如果他可以在外面要进来的时候，那就好。哎，落空，刚好七分七嘛。这个时候不能直接去打他，气要先沉一下，啊，气，然后精神拿起来，对着你，对着你才会有用。啊，比如说叶先生那边攻过来，继续拍吧，不要压。啊，拍攻过来，啊，去过不来。如果他可以攻过来，可以攻过来，我哎，不走，不走下来了。啊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啊、他又攻过来，万一这个没效，我就先等一下。啊，没有就不能打。还要打过来，啊，有东西，哎，我刚好分，没有东西我就不能分。